太主演哈，太主演好了吗？哎、欸，太主演，你拢穿上半身的，你的下半身拢好了。哎呀，不会，咱搭正轨嘛，无要紧。啊，你依靠安全。有没有签到的？那个呢？那个东西。那我就要请王皮来前面的哈，还有我们的车子来前面。好嘛，那我们准备上车了。你上来照一张，你跟我上来照一张好了。我的顺序我再重复一次哈，我们新上团是第一个位置哈。特别来到现场哈，我们谢谢张总经理哈。好，也谢谢我们盐水的里长联谊会，感谢我们的里长联谊会，还有我们的调解委员会。太极十八式，好，大家非常有精神。好，我们准备。好，准备好，来，我们的王体一起来。大家好，咱敬爱的乡亲朋友，大家好。今仔是盐水公所吼，甲商圈这边吼，啊，商圈理事长应该做一下。甲商圈这边吼，做伙来办一个盐水嘉年华，就是咱的意面节啦吼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就是咱的意面节吼。今嘛是公所的头节，开办的呀，我要去开办的哦。啊，我今天我准备外酒呢。你叫其他办的啦。哦，点歌。
来红烧头前哈，咱做伙来吃物件哈，做伙来吃物件。来，谢谢哈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早上好，来宾，听到在就听，听到参卷的哈，三杯米加卡丁杯哈，牛杯哈，杯卡杯哈。要听话，爱听话哦，要听话哦。所有的嘉宾，欢迎来到这里，我们的李牛连辉哈，那里影视团，做那里贵宾。谢谢。
份啊，我们的张董啊，邀请我们的贵宾来邀请大家来入座。好的，我们来点评。对宾啦吼，阿西讲咯，嘛咱咧足侪侪吼，大家先啊，我们的这个邀请大家来入座，来入座啊。还有在此呢，非常感谢呢，我们新闻处最帅的处长，我们的苏处长已经来到现场了哦，来非常的欢迎，谢谢。
气势。今仔日遮尔啊侪贵宾来参加我今仔2023盐水嘉年华，迄个我叫做意犹越金，面貌一新。为虾米安尼讲呢？因为吼，咱拢知影吼，淡水薏米非常诶有名啦吼，所以我今年特别这薏米大奖一摆安尼吼，今仔非常吼感谢咱。咱市长今仔嘛特别吼，就早倒来来甲咱来现场哈吼。啊，等者较请阿米来来介绍咱的贵宾啦吼。啊，我先简单先甲各位报告一下吼，上个吼尊重大家啦吼。啊，我先甲各位报告一下吼，即、這个活动吼是阮金花局吼这边五商圈吼，啊，我的好吼，我的在第18个范围做在17个摊位。真正，你头看面头，是，真是 Amy 的魅力啊！无来是市长，今日真欢喜吼！咱今年盐水，意犹越金吼，面貌一新。那呢，盐水嘉年华是第一届吗？第六届啊呢吼！但我看第前五届都无印象，这届上有印象。哇！掌声鼓励一下吼！真是荣幸，荣幸。哎，咱办了。是真真成功，因为咱足侪贵宾，那这嘛是咱的台南购物节吼的一个系列。啊，烟花江水里干地牛，黄大里马祖爱去，爱加盖碗吼，特别是你们分不晓得。购物把咱这些中国这些贵嘉宾特机会。陈执行长，哈，谢谢。还有我们那些评审团，好，掌声鼓励。哇，好，给他奖励。快点，但是咱做一下小生意，就要开发票，吼，咱都无开发票的菜市啊，无开发票，敢袂使？吼，啊拢袂使。但即嘛，咱购物节，啊购物节有啥物好处？抽大奖。抽大奖。啊，第一奖吼，即嘛够汽车人啊抽啊，吼，啥物可以表示讲，大家对台南购物节的参与度吼，愈来愈用心，愈来愈用心。啊，你个本来以前。对啦，所以你今日若去食意面吼，就可以开一个师傅嘛，对啦。啊，你帮我旁边来，你弄开下子，你十块来拿得到。哦，手机甲开好，对啊。对。你无靠水啦。嗯。啊，所以而且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台南购物节，台南购物节哈，意犹越金，面貌一新。对，欢迎大家来。啊。我们要来进行的呢，哈，是我们的启动仪式，那就邀请了我们的参与委员沈家峰议员，我们金发局我们的副局长，还有我们新闻处我们的苏处长，要不要一起来啊？苏处长，难得入境一下哈，来，还有邀请呢，哈，我们王学高议员，啊，赖慧媛议员，哈，立委，好的这个，啊，要给我们姐姐哈，那个贵宾，啊，要给我们的立定，哈，立定，立定哦，哦，今天你就坐立定。来，还有我们婚礼局哈，我们的林参议，林参议啊，来立定哈，啊，那个委员，好，要跟那个好听做回来了哈。好，那这个我们有贵宾好站第二排。好，那邀请我们现场的嘉宾朋友，来，我们所有的媒体朋友们，来，请注意喽。没关系。好，3、2、1，请拍照。加油！
你决定。大好，加油！办公室，办公室拿十点超棒的，有了有了。
这个内容，这个行动，哦，这个行动哈，哎，啊，包括着咱的几千多以上的，哈，还是讲咱的三 C 产品，啊，我超会这。所得税，好，这一点哦，爱把那个。